这样做的古早蛋糕，看看你想不想吃？巧克力味的，老好吃了，蓬松暄软，入口即化。85克玉米油加热到80度，倒入90克低筋面粉中拌匀，加入10克可可粉，25克巧克力，拌匀，看到巧克力完全融化，然后加入70克牛奶，打入7个蛋黄 Z 字形给它拌匀，然后再打发蛋清，蛋清中加入白醋打发，起泡加糖，85克糖分3次加入，打到这样提起有尖角就可以了，分1/3放在蛋黄糊中给它翻拌均匀，然后再倒入蛋清中继续给它拌匀，上下翻拌防止消泡，烤盘铺油纸倒入面糊震出气泡，少许一点蛋糊放入可可粉拌匀，装进裱花袋挤在面糊上，用筷子画出千叶纹，然后找一个大烤盘给它放上水，放入小烤盘150度烤70分钟，拿出来晾凉切块，巧克力古早蛋糕就完成了，老好吃。